崇光虽逝，国魂不死。吾辈无论老小，将继往开来，协力图强。孙先生怎么样？张子游到了吗？孙先生昨天晚上坐意大利游轮来的。张子游，你们的机要密目前还安全。我们放风出去说，在马来的槟榔屿开会。他，看来他们没有上当。开会地点一定要换。明天乔治剧院有演出，我们在二楼开会。戏散场之前，我们混入观众中离开。替身手下至少有100个高手。用替身，找人做孙先生的替身，吸引他们的注意。对，谁来做这个替身？老师，金少白先生，你要做替身，我来找。欲救中山先生而赴死，老师，崇光，对不起，当仁不让。相马，崇光。马上就要散场了，崇光，你不能啊！崇光，你还太年轻了，你不能去啊！崇光，见到我，我说句对不起，我知道你要革命，推翻清政府是对的，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赔不起。你是他的老师，你的话他会听的，劝劝他。革命不是玩命啊！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民众谋幸福，我同志休戚与共，患难相救，不爱其命，不惜其力，我们革命而成，民政可立。我在路上设了几个点阻击追兵，实际上就是引他们去追替身的。替身拖延的时间越长，孙先生就越安全。崇光，你中了，我们就不许动。我得到内部消息，说过了他中了，等军你知道。好样的，看到钟楼了吗？冲过去就安全了。中华民国是根本存焉，40000000人是无耻存焉。崇光虽死，良才有为，风华正茂，天纵英才，国家之希望实在崇光的身上。他的嘴一直在动，我也听不清，后来凑到耳边才听清楚的。他说什么？我只听见他一直在叫爹。崇光，你在哪儿？爹。崇光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回家的，是不是？我想回家。你来接我。崇光，爹来了，接你回家，怎么回家了？